我是诗诗，咁我系一间法国古董店嘅店主，另外都有自己嘅咖啡品牌，同埋都系一个 wedding planner 嘅。成立古道具公园系因为自己中意 antique 啦，慢慢谂下 antique 其实系咪可以融入去一个现代生活嘅咧？其實每一間古董店的店主咧，佢自己一個眼光去買佢哋嘅古董翻嚟嘅。咁如果喺世界各地嘅古董店可以做到流行店嘅，其實香港都可以有一間咁樣嘅鋪頭啦。好多人都會覺得啊，其實呢度係咪野攤鋪嚟㗎？我咪可以俾啲傢俬你去賣就得啦咁樣咯。咁我就睇下想改變呢一個諗法咯。就是因為一直都係想堅持翻一啲自己嘅理念啦，將一啲咁嘅百年嘅 antique 啦，咁將佢咧好似帶到去現代生活咁樣，就好似即係融入去咖啡生活裡面啦，融入去婚禮裡面啦，咁希望佢我哋可以創造到一啲現代人嘅美學嘅。